赵军，你知道吗？以今天出现在这里，正是国民党特务所希望的，这就是他们的阴谋，你知道吗？文先生，我不管他们有什么阴谋，你明天一定不能去，真的有生命危险。文先生，这一次您就听我的吧。 华君，原来我还愤怒于他们卑劣的手段。可现在，我只感到欣慰，因为我的学生是如此的爱护老师。虽然我知道我劝动您的可能性很小，可是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。文先生。 我不能再看到您也遭此毒手。不仅我不能，师母、立贺，他们也都不能承受。就算您不为您自己考虑，您也为他们考虑考虑吧，华君。 事已至此，我不去，何以为死者呀？他们想用武器让我们沉默，我们沉默了，就等于把胜利拱手相让，敌人不战而胜，李先生的死将毫无价值。 现在，我们很多人都溃退了。我怎么能同他们一样溃退？如果现在连声音都不能发出，还有什么自由民主可言？我热爱我的生命，热爱我的家庭。我有一个好妻子。 他贤惠善良，我的孩子们聪明可爱，活泼孝顺，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欢乐。正因如此，我必须去，因为我希望他们永远幸福自由。我相信。 他们一定会支持我。我没有枪，唇舌便是我的武器。我必须抗争到底，华君。 知道这几个字吗？愚不可及。对。还记得我给你们讲《楚辞》的时候曾经说过，在屈原那个时代有两种人，一种人为了名誉可以不要性命，此乃愚不可及。还有一种人。 为了性命，可以不要名誉，此乃智不可及。人的生命是短暂的，但是其名誉可以千古流芳。因此，愚不可及者，智也；智不可及者。 反愚，华君，现在你都明白了吧？谢谢你，你不用劝了。明天我一定会去。文先生，我也不会溃退的，我跟您一起去。
父亲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一多，明天你们还要参加李先生的报告会，早点休息吧。 文先生，您不能进去。你以什么样的身份来拦我？我以您旧日学生的身份劝你，别进去。旧日，既然是旧日，那就说明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今天可不是旧日。 你供职警备司令部，我万万没想到，你站在国民党一边，以人民为敌，你没有资格拦我。先生，我们四年的师生恩情，我真的不愿意看您有危险。闪开！ 严密保护好文先生。文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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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
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，用嘴说说话，而他所写的、所说的，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。大家都有一只脸，有一张嘴，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？用事实拿出来说，为什么要打要杀？为什么？而且，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，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，这成什么话？今天。这里有没有特务？你站出来！是好汉的站出来！凭什么杀死李先生？凭什么？杀死了人，又不敢承认。还污蔑人，说什么桃色事件，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，无耻啊，无耻！这是某集团的无耻，恰是李先生的光荣。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，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出来。你们将失掉千百万的人民。你们看我们人少，没有力量，是吧？告诉你们，我们的力量大得很。强得很，我们有这个信心。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。真理是永远要胜利的。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。希特勒、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？翻开历史看看，你们还站得住几天？你们完了，快了，快完了！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。我们看。光明就在我们眼前。而现在正是黎明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，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，正道光明，而我们的光明恰是反动派的末日。反动派，你看见一个倒下去，可也看得见千百个记起的。正义是杀不完的，因为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。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。
我们不怕死，我们有牺牲的精神，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，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。这个文件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既然闻一多敬酒吃吃罚酒，那你们就行动吧。是。等等，这件事情只要你办好了，文杰的位置以后就是你的。林先生，林先生，这是今天刚刚印出的号外，纪念李公朴先生遇难特刊。太好了，郝军，马上组织同学发下去。好。文先生，您还是先别回去，我担心有危险。我不回去，我去哪儿啊？我们已经联系了云南大学，他们会提供住处，李延大的同学会轮流保护你。等这阵风声过后，你再回去。我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。他们想暗杀我很容易，躲是躲不过去的。文先生保重。文先生保重。文先生再见。保重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把这听远点。文先生，我们还是把您送到家门口吧。谢谢你们了，今天辛苦你们了。应该的。文先生，坐。1946年7月15日，闻一多先生携长子闻立鹤在返家途中，遭遇国民党特务暗杀。闻一多先生身中十余弹，不幸遇难。闻立鹤为保护父亲，身中五枪，而留下残疾。
闻一多先生被刺杀的噩耗传出，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发出唁电，悼念闻一多先生。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，立即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名义致电闻一多夫人，表示慰问。上海等地为闻一多先生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，同时发起了反内战示威游行。温先生还托我带几句话给你。人生的道路上，总会遇到很多的诱惑。一旦你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，迷失自我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忘本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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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杰呀！别动！你们干嘛？别动！别动！你别动啊！文杰，经过调查，我们确定。你就是杀害闻一多的凶手之一，我们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前来对你进行抓捕。带走，走，走，别动啊！周副主任，这你肯定是误会了，杀闻一多是您下的命令。别狡辩了，你的手下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全都交代了，是你立功心切，擅自做主，是你亲手枪杀了闻一多。你们这是栽赃我！以前我们是同僚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护着你。可是这一次，你把事情弄得太大了，连委员长都亲自过问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救不了你了。带走，走，走，周副主任，周副主任，走。裴先生，我刚刚去军管会找方远，真没想到您就是方远。方是方月荣的方，远是裴远之的远。方远这个名字承载了我们两个人共同的理想。任青，你以后就叫我方老师吧。嗯，方老师，您这几年过得怎么样？1946年去的延安，北平解放了就回来了。这些年，我早已看腻了国民党的贪污腐败，一座大楼早已被蛀虫蠹空，摇摇欲坠罢了。在我心中，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才能有现在的新中国。要是能为新中国建设献上我的绵薄之力，求之不得，在所不辞。好啊。只是我还有个心愿尚未完成。你的心愿我知道，
一会儿你就能见到他了。方老师，他到底在哪儿？当年云霄经历了一场苦战，他是抱着一颗炮弹被送进了医院。我也知道你去找过他，可他当时腿上落下了残疾，不愿耽误你，所以他才返回了部队。后来他联系上了延安的同志，说他想去延安继续革命工作。考虑到他以前是一名优秀的军械师，所以组织上把他安排在了兵工研究所。这么多年他一直在那儿，一会儿你就能见到他了。林工好。好。毕工，给你们看样东西。这什么老掉牙的东西啊？这是1937年的时候我们和日军打仗使用的手榴弹。这能炸死人，这跟您新研究的手雷比，这可重多了。这种手榴弹在战场上炸死的更多是我们自己的士兵。那日军用的是什么手雷？啊，这个97式，这个我试过，和咱们新研究的比不了。咱们的投掷距离远，爆炸范围广，咱们那些手雷比这玩意儿强多了。报告，毕工，有人找。谁呀？云霄，原来你躲在这么个地方。怪不得我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你。找我呀？这笔账我们回头再算，我们先把正事给办了。你自己看看。结婚登记申请书。证婚人我已经找好了。是裴先生。现在就差男方签字了。谁跟谁结婚？女方申请人是我，男方申请人是你，你说谁和谁结婚啊？快签。
香，你走啊，我看你还要躲去哪儿，你的辉煌根本不在于那枚勋章，在于你自己。你知道你有多傻吗？你居然把我对你的爱以为是同情。你是我心里的英雄，这一点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改变的。你知道我找你找了多久吗？你还要我找你找多久啊？我不想再找了。签字了吗？马上就能吃到毕公的喜糖了。故而知新，同学们下课以后记得要复习今天的功课。那我们今天就先下课了。老师，有一道题我想请您解一下。好，什么题？
自1937年7月7日到抗战胜利整整8年，我们经历了3校南迁，经历了国破家亡和颠沛流离，坚持学习。众多师生经历生死考验，幸而中华文脉不断，民族魂魄长存，西南联大刚毅坚卓之精神永续永存。华俊留在了昆明中学继续教书，阿梅也以他为榜样进入学校教书育人，双喜发奋努力考入了清华大学数学系，我和云霄开始了高能物理研究，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，我们的时代到了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赵忠尧、华罗庚、朱光亚、邓稼先等西南联大师生响应祖国召唤，陆续回国投身于国防建设，我和毕云霄跟随众多科研人员进入茫茫戈壁罗布泊，开始了艰苦的研究工作。经过无数科研人员数年潜心研究，1964年10月16日，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。1967年6月17日，又成功爆炸了氢弹。1970年4月24日，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"东方红一号"发射成功。